叔王华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若王菩萨，云何游于娑婆世界？世尊，是若王菩萨，有若干百千万亿，那由他难行苦行，善哉。世尊，愿小解说。诸天、龙、神、夜叉、干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喉罗伽、人非人等，有他国土、诸来菩萨及此声闻众，闻皆欢喜。以是佛告叔王华菩萨：乃往过去，无量恒河沙劫，有佛号日月净明德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世世间解，无上士，钓鱼丈夫，天人师。佛世尊，其佛有八十亿大菩萨摩诃萨、七十二恒河沙、大声闻众，佛受四万二千劫，菩萨受命亦等。彼国无有女人、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、阿修罗等，及以诸难，地平如掌，琉璃所成，宝树庄严，宝帐覆上，瑞宝华幡，宝瓶香炉，周遍国界，七宝为台，一树一台，其树去台，尽一箭道，此诸宝树皆有菩萨声闻而坐其下。诸宝台上各有百亿诸天作天伎乐，歌叹于佛，以为供养。以时彼佛为一切众生起见菩萨及众菩萨诸声闻众，说法华经，是一切众生起见菩萨落习苦行，于日月净明德佛法中精进经行，一心求佛，满万二千岁矣，得现一切色身三昧，得此三昧矣。心大欢喜，即作念言：我得现一切色身三昧，皆是得闻法华经历，我今当供养日月净明德佛及法华经，即时入示三昧于虚空中，与曼陀罗华、摩诃曼陀罗华、世末坚克旃檀满虚空中，如云而下，又与海此岸旃檀之香，此香六珠价值娑婆世界，以供养佛，作是供养已。从三昧起，而自念言：我虽以神力供养于佛，不如以身供养。即服诸香、旃檀、薰露、兜流婆、不力伽、沈水、交香，又饮沾白珠华香油，满千二百岁矣。香油涂身，于日月净明德佛前，以天宝衣而至前身，灌诸香油，以神通力愿而至现身，光明遍照八十亿恒河沙世界，其中诸佛同时赞言：善哉，善哉。
善男子，是真精进，是明真法供养如来。若以华、香、璎珞、烧香、末香、蒲香、天真、番盖及海此岸旃檀之香，如是等种种诸物供养，所不能及。假使国城、妻子、布施，亦所不及。善男子，是名第一之师，于诸师中最尊最上，以法供养诸如来故，作是语耳，而觉勿言，其身火焰千二百岁，过世以后，其身乃尽，一切众生起见菩萨，作如是法供养耳。命终之后，复生日月净明德佛国中，于净德王家，结家夫助，忽然化生，即为其父而说偈言：大王今当知，我经行彼处，即时得一切，现诸身三昧，勤行大精进，舍所爱之身，供养于世尊，为求无上位。说是偈已，二百富言：日月净明得佛，今故现在，我先供养佛已，得解一切众生。语言陀罗尼，复闻是法华经，百百千万亿那由他，因伽罗、频婆罗、阿婆等偈：大王，我今当还供养此佛，白以即坐七宝之台，上升虚空，高七多罗树，往到佛所，后面礼足，合十指爪，以偈赞佛，容颜甚奇妙，光明照十方。我昔曾供养，今复还亲近，以是一切众生起见菩萨说是偈已。二百佛言：世尊，世尊犹故在世，以是日月净明得佛，告一切众生起见菩萨：善男子，我涅槃时到，灭尽时至，汝可安思藏坐。我于今夜当般涅槃，又斥一切众生起见菩萨：善男子，我以佛法足累于汝及诸菩萨、大弟子，并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亦以三千大千七宝世界、诸宝树、宝台及给是诸天，悉付于汝。我灭道后，所有舍利亦付足汝，当令留布，广设供养，应起若干千塔，如是日月净明得佛，斥一切众生起见菩萨已，于夜后分入于涅槃，以是一切众生起见菩萨见佛灭道，悲感懊恼恋慕于佛，即以海此岸旃檀为供养佛身，而以烧之。火灭以后，收取舍利，作八万四千宝瓶，以起八万四千塔，高三世界，表刹庄严，垂诸番盖，圆众宝铃，以是一切众生起见菩萨复自念言：
我须作事供养，心犹未足，我今当更供养舍利。便与诸菩萨大弟子及天龙夜叉等一切大众，与等当一心念，我今供养日月净明得佛舍利，作事予以，即于八万四千塔前，现百福庄严，悲七万二千岁，而以供养，令无数求声闻众，无量阿僧子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皆使得住现一切，悉身三昧，以是诸菩萨、天、人、阿修罗等，见其无悲，忧恼悲哀，而作是言：此一切众生起见菩萨，是我等师教化我者，而今消悲，身不具足。于是一切众生起见菩萨，于大众中立此誓言：我舍两臂，必当得佛金色之身，若实不虚，令我两臂还复如故，作是誓已，自然还复。由施菩萨福德智慧，顺口所至，当以之时，三千大千世界，六种震动，天宇宝华，一切人天，得未曾有。佛告宿王华菩萨：于汝意云何？一切众生起见菩萨，喜二人乎？今若王菩萨是也，其所舍身布施，如是无量百千万亿，那由他数。宿王话：若有发心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能燃手指乃至足一指，供养佛塔，胜以国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国土、山林河池、诸珍宝物，而供养者，若复有人以七宝满三千大千世界，供养于佛及大菩萨、辟支佛、阿罗汉，是人所得功德，不如受持此法华经，乃至一四句偈，其福最多。宿王话：譬如一切川流江河，诸水之中，海为第一，此法华经亦复如是，于诸如来所说经中最为深大。又如土山、黑山、小铁围山、大铁围山及十宝山，众山之中，须弥山为第一，此法华经亦复如是，于诸经中最为其上。又如众星之中，月天子最为第一，此法华经亦复如是，于千万亿种诸经法中最为照明。又如日天子能随诸阿五，此经亦复如是，能破一切不善之阿五。又如诸小王中，转轮圣王最为第一，此经亦复如是，于众经中最为其尊。又如帝释，于三十三天中王，此经亦复如是，诸经中王。又如大梵天王，一切众生之父，此经亦复如是，一切贤圣、学、无学、
及发菩萨心者之父，又如一切凡夫人中，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为第一。此经亦复如是，一切如来所说，若菩萨所说，若声闻所说，诸经法中最为第一。有能受持是经典者，亦复如是，于一切众生中亦为第一。一切声闻辟支佛中，菩萨为第一。此经亦复如是，于一切诸经法中最为第一。与佛为诸法王，此经亦复如是，诸经中王。宿王话：此经能救一切众生者，此经能令一切众生离诸苦恼，此经能大饶益一切众生，充满其愿，如清凉池，能满一切诸渴佛者，如寒者得火，如裸者得衣，如商人得主，如子得母，如道得船，如病得医，如暗得灯，如贫得宝，如民得王，如古客得海，如具除暗。此法华经亦复如是，能令众生离一切苦、一切病痛，能解一切生死之搏。若人得闻此法华经，若自书，若使人书，所得功德，以佛智慧，酬量多少，不得其边。若书是经卷、华、香、璎珞、烧香、末香、涂香、翻盖、衣服、种种之灯、酥灯、油灯、珠香油灯、尖白油灯、须曼那油灯、波罗罗油灯、婆利斯迦油灯、那婆摩利油灯，供养所得功德亦复无量。宿王话：若有人闻是若王菩萨本是品者，亦得无量无边功德。若有女人闻是若王菩萨本是品，能受持者，尽是女身，后不复受。若如来灭后，后五百岁中，若有女人闻是经典，如说修行，于此命中，即往安乐世界，阿弥陀佛、大菩萨众围绕住处，生莲华中，宝座之上，不复为贪欲所恼，亦复不为嗔为愚痴所恼，亦复不为骄慢嫉妒诸垢所恼。得菩萨神通，无生法忍，得是忍耳，眼根清净，已是清净眼根，见七百万二千亿，那由他恒河沙等诸佛如来。是时诸佛遥共赞言：善哉，善哉，善男子，汝能于释迦牟尼佛法中受持读诵思维是经，为他人说，所得福德无量无边，火不能烧，水不能漂，汝之功德千佛共说，不能令尽。汝今已能破诸魔贼、坏生死君、诸如怨敌、
皆悉趋灭。善男子，百千诸佛以神通力共守护语于一切世间，天人之中无如语者，为随如来其诸声闻辟之佛，乃至菩萨智慧禅定，无有语语等者。宿王华，此菩萨成就如是功德智慧之力，若有人闻，是若王菩萨本是品，能随喜赞善者。是人现世口中常出青莲华香，身毛孔中常出牛头旃檀之香，所得功德如上所说。是故宿王华，以此若王菩萨本是品，足累于汝。我灭道后，后五百岁中，广宣流布于阎浮提，无令断绝恶魔、魔民、诸天龙、夜叉、鸠盘图等，得其便也。宿王华，汝当以神通之力守护是经，所以者何？此经则为阎浮提人病之良药，若人有病得闻是经，病即消灭，不老不死。宿王华，汝若见有受持是经者，应以青莲花盛满末香，供散其上，散矣，作是念言：此人不久必当取草坐于道场，破诸魔君，当吹法锣，击大法鼓，度脱一切众生老病死海。是故求佛道者，见有受持是经典人，应当如是生恭敬心，说是若王菩萨本是品时，八万四千菩萨得解一切众生，与阎陀罗尼、多宝如来于宝塔中赞宿王华菩萨言：善哉，善哉，宿王华，汝成就不可思议功德，乃能问释迦牟尼佛，如此之事，利益无量一切众生。《妙法莲华经》若王菩萨本是品中。